Hello， 我是薛宁亮老师没教的事。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主题呢，就是在 AI 教软体里面，我转存出来的图片为什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呢？你是否在转 JPG 或是 PNG 的时候会发生以下的问题？你原本理想中的图片应该是长这个样子，但是转出来以后呢，却变成这个样子，到底问题出在哪？相信很多初学者的同学们进行绘制或者是排版设计的时候，明明就是将东西跟档案都放置在工作区域这范围里面，那你今天想要转出来一张 JPG 的图，你也认为转出来的图应该就是在工作区域里面吧？那为什么连工作区域外出血的部分也全部都跑出来了呢？解决方式非常的简单哦。首先在进行转存的时候，记得勾选视窗的最下方，使用工作区域这部分请记得打勾。那所谓的全部呢，就是指你这张 AI 里面不管在任何角落画的任何一张图文字，或者是你丢进去的任何物件，它会全部帮你转出来。那在新版的 AI 里面，工作区域呢，它可以新增非常多个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工作区域都会使用原本的第一个，所以后面的数字一就没有问题了哦。除非说你今天工作区域你已经设计1234567890，总共有十个的话，如果你需要一到十转出来十张图片的话呢，你就填写一限十。那如果说你转出来的图呢，你是要第一张跟第十张的话呢，你就一逗点十。那关于今天分享，希望各位同学们都学会哦。那如果喜欢这影片呢，记得留言给我，也可以分享给所有正在学习 AI 的好朋友们哦。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哦，拜拜。